一局先推线。好，前期先推线。哎，有大大的梦想。我靠，你妈这都没死。我吐了，你吐了没有？哎，哇，好好饭，饭来饭来饭来。我靠，你好像个饭桶，这太吓人了。杰好像也没有闪现了，但是他拿两个头饭来。那杰打的还挺凶的，你还真别说，讲道理。嘿嘿，不亏，兵线还可以。下一件出一个推推棒，不急。哎，别推啊！别推我线，哥。再见。玩二克就直接刚就行了，好吗？因为你的技能 CD 很快，你基本上对拼的话，你能打出两个被动，这就很强。推线。感觉可以继续推一波线，推了。溜了溜了溜了，回家了。嗯，完全不走位，这个姐走位还是个分段吗？兄弟们，你在逗我？来个推推棒。这个风格很酷啊，这是什么风格？赛博朋克风格吗？看起来好像很酷炫的样子。还有谁来挑战？酷炫酷炫酷炫。等他过来。期待已久了。嘿嘿，没有想到吧，老弟，见面就跟你刚溜了。就见面就打，你不用管其他的。回家了，他打不过你，伤害稍微欠缺了一点。艾克对线其实还可以，挺强的，强。一技能前期只有8秒 ，CD 非常快。压制一下，
你去不去？他没想到，往前压制一下。A 要套枪 F 四能点不？我吐了。这一波的话跟送人头有什么区别？你吐了没有？对面也交闪了。我的。失误了。哎呀，像个笨猪，继续推。到头了，弟弟。他还是得回家，他现在还是干不过我。你这点血你不死、溜了，反正我也不亏，你亏了一大波兵线，对吧？反正我们也不亏，我们压制一下。溜了，劫有大了，鞋的话买个，暂时不买鞋，我基本上把摸巫妖之祸做了就可以秒人了，对，没错，就是秒人，我已经摸清艾克的终极玩法了，兄弟们。艾克终极玩法，一切得来不易，所以才有。miss 了。火蓝了没？点蓝烧死你！吃了没有？鞋的话买什么鞋啊？
卖超鞋是吧？这把对面的话都是 AD 英雄 A 的，亏了还赚了。漂亮，八级的血 miss 了，得来个护臂。这太假了吧，兄弟！你妈一万个闪现！干了！好 Q， 这个 Q 可以，这 Q， 这 Q 有水平，这个 Q 有点水平。我这个头发像个傻子，不是吧，兄弟？我的头发剪得很丑吗？我吐了。走走走，中路不需要来是吧？啊，别搞这种花里胡哨的。嘿嘿，他死了，不是吧，二次这个劫太鸡巴猥琐了，他妈的不跟我打，你妈的个巴的，这太烦了，高手原来都是孤独的，我一直想找机会跟他刚一下，他不跟我刚。太难了，你压的不怕死，你忍不下去了。看他，哎呦，哎呦，漂亮，算了，两发助攻不亏，输来，杀人书操作一下，艾克这个英雄有点不讲道理，发现。刮痧男枪可以啊，男枪一看就老带练了，男枪一看都一看就是老带练了，老带练。六杠一杠二，113刀，可以，确实很强。见面就刚，兄弟们。不带怂的，看一下打野，机会打大的有，下路有机会。
帅，太帅了，他妈的，太帅了，继续推一波血。溜了，再见，来不及握手，回家去。1300，我操！溜了，再见，来不及握手，打电话阴一下。我靠！草里怎么有个逼，我没想到，漂亮，男枪老带电了，来个巫妖之祸，巫妖之祸一出就无敌了。好，接下来基本上脆皮都是一个被动就死，就现在伤害很高，巫妖额外附带172的输出。哎呀，嗯哼，拿个蓝 buff， 结11级。杰在打 F6， 操了个地穴，狮子狗可能会过来。我操！这个狮子狗他妈的，咋这么多闪现呢？每次杀他都有闪现，我靠！这个玩的不咋地，逃跑有一手啊，真会跑。来个冲压杀戮，哎，漂亮！漂亮，太贱了，太贱了，想找个人单挑一下，讲道理，不知道哪位仁兄敢与我单挑一下。哎，兵线呢？兵线不见了，再强的高手都不可以一打好几个。哦，你看这个男枪装备很好，没用。双拳难敌四手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跑的是真快啊！你是真菜啊！非要浪一下这个逼，能走不？马上有大了，坚持一下。哎，
机器人不是很细，如果是我的话，一个 Q 接一个二，对面就死了。这一波你吐了没有？我吐了。哎，有点意思。我这无字天书，别急，书马上就来。这太吓人了，别急，问题不大。来了老弟，看好了，别眨眼。很好，到头了弟弟。杀一波狮子狗，我就不信这一波杀不死他。我的移动速度还挺快的，草里可能有人。现推蓝 buff 拿一个，不急。溜了溜了溜了。我们这边还有个诺手吗？你这个有点侮辱我们家诺手吧。那我们家肯定有诺手啊。你也不是废话。跑不掉了兄弟。你相信我，你为何不相信我啊？想在艾克面前想跑，哎，中路有机会，可能会过来。算了算了，哟，这火男还会闪现的秀别人吗？这个逼，有点意思。最后一件出什么，兄弟们？最后一件出什么装备去吧？我兄弟们，我的后肩甲很酸痛，是什么情况？就是后面那个肩甲，就那个肩甲，出
个帽子，帽子太贵了，好像出不起。好来了，插个眼。这青钢蚁，你妈的，我有点看不下去了。不是我队友在干嘛？哦，队友在打大龙。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，还差一个，把这卖了，大帽子，漂亮，可以，35000血赚。我的大，哎呦，金身！我的大好像躲不了对面青钢影的大，啊，没啥用。石头给我隐身了。不知道他隐身想要干什么。隐身跑得快一点。一波了，漂亮，还可以。猜一下输出大概是第几，兄弟们，猜一猜。伤害全场第二高，还行，伤害打的还可以。